他这个地方其实是回应的当年金国先生的一个政策：中国非中共，中共是一时的，中国人民是永远。崔扁时代像朱老啦，或是吴老，他们一讲话马上就关礼剑，总统跟他握手说：“朱老，你不支持我，要支持谁？” 小31岁，不要怀疑他比你的太太小，他30岁，而且这是第四，就是我其实是第四任，不是第四任。今晚8点，国民大会。